这次我去组织添了无性主编，我来体验体验三亚汤。你知道三亚汤吗？他们是在外面过来的，会电视在酒店煮，我不用出外面，酒店会有好多地方可以玩的在那边。然后三亚汤吃的可以，汤是这样子的，真的熟悉一下。我忘了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串，还有一个山是这样子的，把你出入到很幽微的地方，在特别好玩，可以看所有三亚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的。我有一点点想 diving， 但是有点胖了，说穿衣服穿不下了。那个海颜色非常干净，很蓝色的，你可以看在一个村子，可以看这几只在那边。我看了好多我没见过的水果，真的。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菠萝蜜，特别好吃，很甜。然后后面我们去逛一逛海鲜。真的，三亚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城市，在欢迎所有的外国人来中国。So China welcome you, welcome to China.